在你的身上。 36平的家，精致懒人到底如何大扫除？一，先给洗衣机来个内桶清洁；二，让擦窗机器人当我的飘窗管家；三，给卫生间喷上清洁泡沫；四，蒸汽机高温除掉隐形污渍。
五，用玫瑰味一次性马桶刷清洁马桶，溜掉。六，女生一定要好好清洁喷头。七，挂上柠檬洁厕灵。八，过身消毒香香贴。九，擦镜子神器，直接把刮下来的水收集起来。十，给管道来个泡泡浴。十一，难缠的水垢在高温下统统闪开。十二，用烟雾消灭小飞虫。十三，来厨房了，先和灶具上最难搞的油渍说拜拜。十四，再用高温消个毒。十五，用静电除尘清洁隔板。打开水吧台，高处的隔板也轻轻松松。好脏。十六，墙面弄脏了，攒粉刷匠轻轻滚一滚，几秒钟就变白。十七，升起智能床换床单。十八，打开置物台。十九，添加香香珠。二十，洗床单。二十一，用石头迷你洗后一体机洗内内。女生特殊那几天打开特自洗，种的血渍也能洗干净。平时睡衣瑜伽服也可以用它洗，直接烘干适合懒人，还能高温消毒 UVC 杀菌。二十二，打开纱窗清洁我的折叠门。二十三，刮一刮，家务竟然变得如此简单。二十四，吸尘器清洁地面，一刮让尘通通现形。二十五，给我胖墩吸毛毛，一按全吸收。二十六，打扫小院子，先把落叶剪了。二十七，给柚子树和小草浇水。二十八，拿出猫厕所，开始每周铲屎环节。二十九，益生菌蓝光喷雾除菌。三十，智能垃圾桶换袋，自动补瓶。三十一，给不弯腰的双层垃圾桶换袋。三十二，扔垃圾。三十三，认真洗手手。三十四，换上崭新的四件套，好柔软。三十五，好好休息，拜拜。